呀，这坐个地铁可好玩了，然后上来碰到一个粉丝阿姨，然后她去看牙去，然后她下车了又碰到两个奶奶，她不今天公公又来我们家附近的这个不动产了，好像是有什么事儿，正好接老大放学一起来，好久没见爷爷了吧儿子，来问好，你好谁哟，할아버지어할아버지맛있는거드시고있네요 육아인좋아하는거드시고있네요 맛있어맛있어少吃点啊儿子，这爷爷爷跟着吃雪糕，就我老公又在国内整了个沉香，我公公就喜欢这玩意儿，那大竹子戴的，哎，他这戴的还挺好看的是吧？越戴越好看感觉。没那么夸张，是啊，刚开始看是有点夸张，对，夸张，对啊，但是戴戴挺符合他的体型的。公公又拿参给我吃，又是新的，又上山就扒了，我他给你干，啊，今天就开始那个椰子，啊，公公买的，我以为山上采的呢，买来给我吃的。这两天我回国了，每年过年回家都得给。慢点，出手。哎呦，好的，谢谢。也收拾完行李了，这次的话我们五口人，然后也没有多少东西，反正就拿衣服过去行了。然后还有自己用的一个皮箱加一个小的。今天晚上炒了一个小牛肉，还有黄瓜，还有婆婆买的大虾，就是鲜的大虾。好了，吃吧。妈呀，我说这要出门嘛，然后阿姨要休息，我又把家里全打扫一遍，靠儿子老用力了，我的天哪，哎呦好了，你跟个小猴子的，那我们就可以过，你也打扫啊，走吧，他剩饭没吃了，人老大都吃了，那么一会儿吧啊，对，去母乳桥坐，对不对，角落，不过呢，남자는청소하고밥하고좀멀고와이프한테잘해주고今天我们五口人一起回东北喽，带上老三这回，因为我家阿姨要休息五天，中秋节啊，可见吗？这应该是我们两口子第一次带着三个孩子，没有阿姨的情况下一起出门，也没有其他人。因为中秋节嘛，好像很多人都出去旅游的嘛，他这对台的老长了，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吧？应该。这好不容易一个小姑娘，跟她差不多大。他老看好多人小姑娘。啊，第二个你叫。哎呀，又吃又喝的，喝个水都喝这么香，是吧，儿子？沈阳了，你看看，有真的，有真的，混在地面对。我们这回直接坐地铁，然后去北站，然后从北站直接坐高铁回家，这样也快一些。现在才早晨十点，真的是太方便了。二号线，沈阳北站，对。
两箱吗？几？这孩子不要钱吗？不用吧。你看一下吧，问一下吧。还要不要钱？不到，没坐过的，我还第一次呢。每次都是打车去哪里了，然后这次坐个地铁应该挺快的，然后也不用着急，慢慢悠悠的。你看他们开始吃喝玩乐的，哎呀，老休悠闲了。上地铁了，还挺方便的，直接穿过来了，比出去打车方便多了。他看啥都神奇，好像他都没坐过地铁。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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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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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有两个孩子，我说不是，有三个。然后他们开始跟我一顿聊，你知道吗？聊了一段，他说：“妈呀，你太厉害了！”然后开始讲，那个他有两个儿子，你这三个人咋整啊？这得啊，以后可咋整？我说没事的。凉快了。还行，没那么热。别的地方都老晒了。这些人是帮忙，老大人长大了，不然的话没办法，太多了。